所以我不是要在这边哈发脾气或是什么，但是这个对我们在地来讲，有很多的这些工作，一个月前就可以做的，我来现在才开始继续做。你讲中正板桥区，你自疫情到即阵，你有在阮中正板桥区的百姓发发言无？有哦，无嘛？我无在我咧听你，你骗笑的嘛？你刚刚吐槽尔嘛？会长，为了不是我们，会长啊，我甲你吐，会六，等你安。我们今天是中央跟你有来发难钱，你敢关心一下？有哦，会长，请问你选举一届来几摆？你这疫情你敢有来发难敢关心？会长，按大家一路啦。我想今天是我们会配合，我当然听你啦。我们今天是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陈松指挥官来跟台北市政府共同合作。